欢迎大家观看激动人心的揭幕战，没有哪一天能比今天更能激起希望或乐观的态度。今天的比赛结果出来之后，则会决定这股乐观是迅速消失，还是一鼓作气延续到后面的赛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座球场以其震耳欲聋的呐喊声闻名，球迷们不遗余力的高唱战歌让人热血沸腾。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西班牙对阵 AC 米兰，塞尔西奥·戈迪奥多斯桑托斯开始加速，有机会打反击。卡尔海因茨·鲁梅尼格在积极跑位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埃里克·坎通纳无疑在球迷心中有着非凡的魅力，他是球员，是诗人，也是哲学家。或许我们再也不会在足球场上看到拥有如此复杂人格特质的球员了。别忘了，他还是球场上激励人心的领袖，总是能够在重要的比赛里奉献精彩的演出。他将是球队进攻的发起者和肩头人物，他乐意回防和铲球，参与从后场推进，然后灵光一闪，用非常规的动作完成进球。难怪有这么多球迷喜爱他呀。保罗·马尔蒂尼，维埃拉，安德烈·皮尔洛，双方纠缠在一起，球丢了，将球转移到了前场。维埃拉几次精彩的护传把球带到了前场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球打到中路，聪明的扑救，维尔谢尔把球破坏，他们想要充分利用对手的这次失误，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有机会塞过去还是失败了。第一个十五分钟已经过去，不错的压制，对方被逼得很紧。安德烈·皮尔洛，塞尔西奥·戈迪奥多斯桑托斯快速发起反击，鲁梅尼格，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做出了预判，安德烈·皮尔洛，球在吉鲁脚下。这个传球不够理想，快速向门前推进，德克兰·赖斯想要冲破对方的防线。说实话啊，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了。向前推进，反击的好机会，威尔谢尔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劳塔罗·马丁内斯，劳塔罗·马丁内斯打进了，打破僵局的射门。西班牙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西班牙率先打破僵局，在这个阵容当中，他显然是最具威胁的人，往往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，就像蝙蝠侠一样。吉鲁，他的这一档太关键了。奥利维尔·吉鲁显然觉得他已经战胜门将，不是吗？鲁梅尼格，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，没有太多时间处理球。特奥·埃尔南德斯一记直塞球，坎通纳，里杰·卡尔德，球在劳塔罗脚下，面前一片开阔，是个角球，好机会啊！他或许会选择传低平球，看看这球要怎么处理。保罗·马尔蒂尼尝试将球破坏掉，科斯塔·库塔能接到这记直塞吗？他没有越位，精彩的对决，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，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。里杰·卡尔德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塞尔西奥·戈迪奥多斯桑托斯将球传到边路，很聪明的跑位，一脚传中，卡塞米罗要解围，左红完蛋传空了，安德烈·皮尔洛
帕卡高高跃起，成功了，进了进了进了，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。众所周知，像这样的对决很难预测，双方都实力超群，而且互有胜负，让我们继续观察比赛将会如何发展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终破功全都无啊，选择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极其老道的防守，安德烈皮尔洛，慢一点没塞过去，要有速度才能反击，这球塞得漂亮，鲁梅尼格来了一块砍通的，他被放倒了，裁判指向了点球点， AC 米兰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最糟糕的决定。罚球队员与门将深情对视，这是要唱情歌吗？绝佳的技巧，非常冷静，教科书般的点球，他的门将先做动作，再踢向另一边。西班牙取得领先优势，刚才是上半场最后的剧情了，这场比赛非常精彩，已经产生了三粒进球，上半场可谓是势均力敌，至少从比分来看是这样的，两支球队都展现出十足的狡诈和拼搏精神，可以说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紧张刺激的对决。我们休息15分钟之后再回来。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，看起来这又一次诠释了两强相遇勇者胜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。45分钟的大胆进攻换来了现在的局面，这种战术确实行之有效。球在老塔罗脚下，球在鲁梅尼格脚下，球被拦截，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，奥多，卡卡打一脚，他把球打进了，进球了。他们展现了顽强的斗志，我非常欣赏他们这种精神和凝聚力，他们永不言败。奥里维尔吉鲁非常聪明地回做了一下，后面的射门就容易很多了。我不是说射门不重要，但这个传球配合的确关键。梅尔希尔，他们做到了，胜利的天平又向他们倾斜了，进得漂亮，一记精准的打门，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，更别说一个了，射门太刁钻了，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进球。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，卡卡先解围了再说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，卡卡，罗纳德·阿劳霍及时出现，化解了危机。
se va a llevar a cabo un cambio de jugadores.双方开始争夺球权，帕塞米罗将球拦了下来，古利特。哎呀，这攻势就这么被断了。帕特里克·维拉。保罗·马尔蒂尼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险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哦，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。Cambio de jugadores en España. El dorsal 22 será sustituido por el dorsal 10, Messi. 球在梅西脚下，努梅尼格。哦，让人拍案叫绝的过人。AC 米兰如果盘算着进行换人调整的话，他们的板凳席上有一些人选，谁也猜不出主教练脑子里在盘算着什么。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，成功断下皮球，格里赫特把球抢了回来，果断解围化解险情。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，大卫·贝克汉姆，准确的预判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大卫·贝克汉姆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好球，这个位置有机会。安全起见，将球解围出去。拉斐尔·莱昂，球在卡卡脚下。德克兰·赖斯，埃里克·坎通纳，亚历山德罗·科斯塔库塔已经插上到对方底线这里。西班牙拿到了第二个角球的机会，他们在角球上占据着优势。抢到头球，门将化解了险情，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。罗纳德·阿劳霍，梅西，泰奥·埃尔南德斯，最后一道防线了，有惊无险，提上大门，球打进了球网，比赛没有悬念了。专家级的处理，从接球到调整再到射门，一气呵成，太完美了。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。西班牙现在已经两球领先，可以说买了一份保险，这是对于他们积极态度的最好回报。他们在比赛中展现出勇气，是要拿下这场比赛，在我看来他们做到了。他们希望出其不意，以速度制胜，将球拦了下来，格里赫特第一时间将球踢走，球被对方拦截无功而返。最后五分钟，把球传了出去，可以抢到落点，埃里克·坎通纳，球马上又被抢了回来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。观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大卫·贝克汉姆，漂亮的直塞球，毫无疑问，这个传球还不够合理。防守队员把球破坏了，西班牙想要靠速度寻求突破。格里赫特把球抢下来了。他打算投桃报李，胜负一分，
最终结果让人高兴不起来，无论是从努力程度还是跑动积极性上，都看不出他们想赢，自然会被实力更强的球队轻松击败。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，蔡指导，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？虽然他们今天输掉了比赛，但是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。应该说他们的差距其实并不大。好的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蔡慧强的精彩评论，祝大家晚安。
目前的形势让人紧张，不过这种紧张感对球队有益，让他们有机会获得丰厚成果。在这项赛事中取得成功将会给球队带来各种收益。满怀希望的球迷们依然在呐喊，希望他们的球队能够晋级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此城危急存亡之时啊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红黑的海洋。圣西罗球场人声鼎沸，直接射门，我成功了，进了进了进了，开门大吉呀，进得漂亮，一记精准的打门，这才叫射门，直飞死角。他本能地知道球该往哪里踢，毫不犹豫，一记漂亮的射门。AC 米兰取得领先，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先下一城，这样打破僵局正是球迷所期盼的。进球的欢呼声响彻全场。此时此刻，他们对自己的球队充满了信心。球被拦截，球在穆萨迪亚比脚下。安赫尔克雷亚，安德烈皮尔洛，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，奥多，把球传了出去，球在卡卡脚下。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，化解了险情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孙兴民出现得很及时，太有必要了。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，亚历山德罗内斯塔抢到的位置很合理啊。奥多，安赫尔克雷亚，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亚历山德罗内斯塔读懂了对手的想法，成功抢断。AC 米兰开局踢得非常好，为后面的比赛打下了基础。开场不久即取得进球，他们应该想办法扩大而不是缩小领先优势。弗朗茨贝克巴尔，球在穆萨迪亚比脚下。安德烈皮尔洛，卡卡，尼克洛巴雷拉，伊杰卡尔德迅速将球抢下，对方无功而返。卡卡左边漂亮，只有懂得无球跑位才能把球给踢活。安赫尔克雷亚在防守端的表现可圈可点，能看到一名前卡卡，诺伊尔精彩的扑救，这球可不是一般人能扑的，非常犀利，真是好球。安德烈皮尔洛还是和以往一样负责发角球，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，亚特兰大在犯，值得他犯规了。
弗朗茨贝肯鲍尔，舍甫琴科，弗朗茨贝肯鲍尔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，将球传到边路，安德烈皮尔洛，舍甫琴科，球来到了左侧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射门，球打进了，手握两球优势，他们掌握了主动权。AC 米兰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，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现在第二个进球已经让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，可以说是胜券在握。即便在接下来不能再进一球，也能够将这个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。看来这场比赛悬念不多了。他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。我不确定他需不需要拿球这么久，有几名队友已经非常生气了。保罗·马尔蒂尼，皮尔洛分到右侧，这是个界外球，戴维斯，帕卡出脚很及时，准确的预判，还一骑绝尘，安赫尔克雷亚冲向防线，但是未能突破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一条道走到底，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，球在穆萨迪亚比脚下。上半场即将结束，明显有一边要更加开心，精准的落点，有机会塞过去，还是失败了。这球只要传得再好一点点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。 AC 米兰这个直塞球传得有点想当然了，根本没有空间。弗朗茨贝克鲍尔，舍甫琴科，安德烈皮尔洛，这就叫拿捏，几个人之间的短传配合，舍甫琴科，诺伊尔扑得漂亮，很能慢地将球扑出，进行了准确的预判。AC 米兰拿到了第二个角球的机会，吕迪格出现把球破坏出去，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，反击要来了。埃德加·戴维斯刚刚将球送入网窝，迪杰·卡尔德，皮尔洛无奈选择了回传，保罗·马尔蒂尼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，转移到无人地带，头球空门，裁判响哨了，是犯规，裁判手下留情，没有掏牌，只是给予了严厉的警告。安德烈·皮尔洛应该会选择传球，上半场比赛宣告结束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结束方式啊。 AC 米兰2-0领先，局势不错。Ricordiamo a tutti i tifosi che tra poco sul maxi schermo saranno trasmessi gli orari dei treni speciali。双方的较量再次开始，他在防守端充满自信，像一堵墙一样。奥多，皮尔洛，维埃拉，弗朗茨贝克鲍尔，孙兴民，孙兴民很有冲劲，但是没能处理好。哎，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。弗朗茨贝克鲍尔正在带球前进，
射门，显得有些盲目。这种干净利落的快攻通常都很有威胁，如果最后的打门再合理一些，这很有可能成为一次经典的快速反击。安德烈皮尔洛，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右往右的奥多，帕卡，埃德加戴维斯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纵身跃起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已经锁定了胜局，已经四座的头球，太轻松了。争抢头球起跳的时间最为关键，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，这球顶得真好，很明显放倒了对方，是个任意球。球在卡卡脚下，教练席的诸位至少可以稍微松口气，不过更大的挑战也刚刚开始，球员们需要更加努力。球在卡卡脚下，打一脚，这样应该就成了，伸出一脚将球断下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，哎，这球踢呲了，及时出现，再次化解了险情，他很高兴能夺回球权。球转移到了右侧，往前传，要有速度才能反击，找到了空隙，孙兴民越位举旗了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，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安赫尔克雷亚长传边路，快速发起反击，卡卡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，打进了，毫无疑问他们这绝对是遥遥领先了，中场拿到球只是开始，他们凭借手速高般的传球和冷静射门抓住了这次机会，今天已经完全成了一边倒的表演了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亚历山德罗科斯塔库塔漂亮的飞闪，这个防守非常及时，舍甫琴科现在无人持球，帕特里克维埃拉，皮尔洛，卡卡，这球分得漂亮，在危险区域送出一次犯规，不出所料裁判亮牌了，应该是要传到禁区，替补球员已经站在场边，主教练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了，抢得头球，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贝克汉姆传中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 AC 米兰在中场区域限制住了对手，防线上撑的是滴水不漏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，和他设想的肯定不一样，
试图直塞，格里兹曼开始加速，他前面空了，特奥埃尔南德斯头球传到中路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，大卫贝克汉姆，拉斐尔莱昂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他一路宽带，拉斐尔莱昂京多安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泰奥埃尔南德斯，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，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，罗纳尔迪尼奥，卡卡，好的，他成功的突破，暂时化解了危机，保罗马尔蒂尼把球抢了回来，最后五分钟，罗纳尔迪尼奥化解了险情，罗纳尔迪尼奥一下子就把对手给甩掉了，想法很好，好机会，这球进了，我们很难称之为对抗，几乎成了一种羞辱。是的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分差，但他们今天确实很出色。毫无疑问，现在大局已定了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终破功全都无啊！怎么样？反应很灵敏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，是个边线球。罗纳尔迪尼奥，罗纳尔迪尼奥从中路突破，很明显是犯规，我猜可能就是只有口头警告啊！哎，果然不出所料。这种情况他们只能怪自己注意力不够集中，球员的沟通又出现了问题，犯规是他们唯一能采取的行动，他算是个任意球大师了，正在冷静地调整球的位置。